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620集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传承系列里头的 Bomb Burst，直接翻译的话应该是炸弹爆炸，所以有人叫它弹爆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叫它蝙蝠精好了啊，蝙蝠怪好。那这一次的这个蝙蝠怪的话呢，我是有点意外啊。首先它的整体表现是非常优秀的，我直接讲一下好了，它是一个核心级的玩具，头部的话呢是左右转动没有问题，腰身可以转，手臂360度转动没有问题。那手肘呢是一个球形关节，脚前后左右踢啊没有问题。但是它这个脚的话呢是用了一个接地，而且不是球形关节啊，这个就让我有点小小的惊喜啦。而且它这个并非是变形的时候有需要的一个关节，但它还是做出来了啊，有点小小的感动。那么呢，现在给各位看到呢是它。说明书里头有提到过的一个武器收纳的状态，那这个状态下呢，好像背包看起来很大，但是呢，它的脚后跟非常的长，而且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紧实度啊。人物在站立，如果你脚后跟稍微往下面啊，给它压下去一些的话，它的人物呢几乎是不会往后倒的，这一点要大大的加分。那说到这个人物，他是隐者战士，他有一共正常来讲他应该有3个队友的，另外一个则是前一阵子推出过的蜥蜴人。啊，这款玩具我现在还是很推荐啊，非常不错啊。那这一次的蝙蝠怪也是很好，但是呢，它的另外第三个成员呢，应该是山羊魔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山羊魔就给你做成 Deluxe 等级，这个操作我实在是，就觉得很愤怒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知道，等它把它让它站后面一点，让大家看起来，大家这样看起来好像一样大，对不对？这样好了，好，利用借位的一个，不然你就把三个玩具呢，你都把它。啊，做成是 Deluxe 等级嘛？当然，我这边在嘴巴贱一点，我再讲一句话好了。以这一款玩具的素质来说，其实你把它以这样子的零件呢啊，虽然我自己把标准放低一点好了，以这样子的零件数呢，你把它直接放大变成 Deluxe 等级，我觉得吧，为了凑齐三个隐者战士，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玩家是会能够接受的。这一款的话，如果你有玩过，对不对？你真的，你干脆都把它做成第一级好了啊，让我们把三个家伙能够凑齐嘛，对不对？你实在是太过分了，为什么总是喜欢做这种三个里面缺一个的事情呢？那翻到后面来看，这个脚后面的空洞，以及这款玩具，我个人觉得最不能理解的是，它这个背包居然没有任何的卡扣啊，比较可惜是我没有能扣到位还是怎么样？我这样子压呢？没有任何的反应啊，然后两侧这里呢，它这里明明有两个小小的一个缺口在这里，但是侧边这里却是一个铆钉啊，所以没有办法去扣住啊，位置的话就有点小尴尬啊，比较可惜。武器的话呢，应该是转过来这个，这应该是一个钉头锤还是什么东西啊？当然，如果你愿意的话呢，你把这个东西拿下来啊，这样子扣在手上也是可以的，变成一个大斧头啊，也是没有问题，大小斧头。双斧流也是 OK，它最棒的应该是它的头雕啊，虽然是一个类似是这个猪八戒的一个脸，对不对？蝙蝠就是猪脸嘛，然后再加上这个很大的耳朵，这个看上去好像嘴巴可以动，其实不行啊，所以它的刻画真的是做得挺好。那我们进入它的变形环节，它的变形是非常的简单暴力啊，这个后面这个。背包直接往上面这个双重关节扣上来，把头给盖住，然后我们先把腰部旋转180度好了，再来把武器也旋转180度，然后呢，把这个脚的话呢，鞋尖跟脚后跟收起来，往上折起来之后，啊，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结合在这儿，就把它给扣上去，刚好的话呢，把这个脸给挡起来了啊，好，那最后呢，手这个地方呢？它这里是有一块凸啊，要对侧边有个凹，啊，但其实它这个实在是太浅了啊，基本上呢扣的不是很稳啊，几乎可以说等于是没有，几乎等于没有了啊，几乎等于没有，所以它这个随便推一下，它就会散架了啊。那最后它的武器啊，武器要扣在这下方，扣这个武器需要有一点小技巧，它这个扣法的话呢，是中间的这个凸要扣进前面的这个洞。那你直接这样扣的话呢，会发现很碍事。它正确的扣法是这个后面这个凸要先进去，抵住这里之后，然后整个武器往前面拉过来，啊，往前面拉过来，然后再把这个凸给扣进去。
这样子的话呢，就一次能够把它给扣进去了啊。如果你不这么扣的话，我觉得比较困难。我怎么扣歪？为什么觉得我的枪是下垂的？这跟年纪没有关系，是玩具的问题。好，有了，掰直了。显然是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啊。哎，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载具的形态啊。从上方来看，真的是还蛮有看头的，特别是两个很大型的涡轮推进器。那火炮也有了，前方的话呢，红色的驾驶舱，整个配色来讲看上去还挺舒服。即便你翻到底主脸，暗中观察的一个这个二师兄的脸啊，有点狰狞，有点恐怖啊。所以这个飞机的话，应该是恐吓作用比较大，从敌军的上方飞过去，下面的人就一片尖叫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本身的话呢，没有其他起落架了，然后这个地方应该很大很平，放在桌上是妥妥的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那如果说各位行有余力的话呢，这一款玩具呢，我是蛮推荐的了啊。小比例的玩具做成这样已经相当不错了。那这一集就给各位介绍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